新北市市场处即日起在市府一楼大厅举办新北好市生活学传统市场新生活特展，市长侯友宜亲自主持了开幕仪式。他表示，这次的特展结合了科技、美学和实农教育，展现了老市场新美学共存样貌，也象征传统市场转变的开始，邀请市民朋友共同来体验市场新生活模式。新北好市生活学传统市场新生活特展即日起到6月10号在市府一楼展出，市长侯友宜亲自主持开幕仪式。他表示，传统市场充满浓浓人情味，然而老旧市场的改变是必须的，才能够让这份情感一代传一代，也期许透过改建与改造让民众重新认识菜市场，让第二代回来好好继续的走下去。这也是我的梦想，这也是我应该要做的本分，所以我们好好做事，让新北市的改建跟改造传统市场，从实农教育的科技上的领域，去让所有新北市市民能够了解未来他们的生活的模式在传统市场是变得更不一样。这个特展分为两大展场，在未来的市场展场中，是以黄石中继市场建物意象打造，运用投影互动体验，一览新北市场的蜕变风貌；而在东侧展场则分为七大面向，结合了科技、美学和实农教育。市长侯友宜更和参观的小朋友一同体验互动，也让小朋友借此了解各种食材、蔬果，并且认识食品安全知识等等。在传统市场里面，如果建构一个食农教育里面，从最基本的食材到建构到餐桌上这一段的历程，那孩子们如何从食品卫生的安全以及在整个流程上让他们很清楚的知道你吃的是什么东西，用的是什么养分。新北市市场处表示，新北好市生活学传统市场新生活特展每天上午九点到下午六点会在市府一楼展出，另外6月13号、6月14号下午两点会推出导览活动，而7月17号和7月24号则分别在黄石中继市场和林口市场推出了亲子夏令营活动，即日起同步开放线上报名，欢迎民众一起来感受传统市场的新美学和全新活力。记者杨邦友、张芳琪，新北市采访报道。